今天来到我们的草芽道来进行我们的圣诞节交换礼物。那他们全部的人目前都不晓得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。你买一支螺丝钻放在上面，谁要抽你这个？要不然我们全部都在下面买一买。然后等一下就说，本集小米赞助，我想买这个旺旺仙贝。好啊 ，OK 啊，599零，超贵啊。这是一个高兴，这假的真的？这多少？这真的。那小屁孩在干嘛？你看他那个阿妈就在这里想，一群不知道买什么鬼东西的。太高了，太大台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天，不管什么太多。为什么要脱下来呢？因为我已经很爽了。哪里困啊？一定要做做。来，介绍一下频道舞台。这不是要做的吗？最好几万。到我们的草芽道来进行我们的圣诞节交换礼物。那他们全部的人目前都不晓得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，因为我保持一贯的神秘。好，你先不要说，不要乱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呢，我们就是现场购买礼物，但是我们就是取一个最低1000块以上的金额，大家可以去各大精品店找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特殊规则是什么？我们用颜色，衣服的颜色来进行分组以及礼物的选择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如果我们深色系的，我们就是第一组；我们浅色系的就是第二组。那深色系只能买深色系的礼物，浅色系只能买浅色系的礼物。那我们为期1个小时让大家去购买，好不好？我们分成两组，然后。回不来，那你就去大厅喊我的名字。对啊，最帅的巨汉我就会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10个人，我们就分成两组来，深色系占一组。深色的，深色。哎，我们这5个，你是什么？摄影师，我看一下。浅色系，那边都是胖的，那边都是胖的。帅哥组，丑哥组，那边都是胖的啦。买的东西好不好？1000块以上。要记得喊包装，不要让对面知道你是买什么东西。可以买上10万块的礼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谢谢狗兄弟，哇，谢谢。那期待礼物啊，不要给我买个内裤哦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分组带队啊，这机摄影师就跟着你们一起走。打钱高啊，录影为证，不用担心。刚才跟助只给我1000啊。OK， 1000哦，他1000的扣单而已。OK， 那我们就去吧。老板，你要买什么？老板，你先买啊，你先买。我们2000先去吃饭啊，你先买啊。我们哪里有去吃饭可以啊？我们哪里有2000去吃饭？你要去汤姆熊了呀？好，那我们出发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购买什么东西？你不要偷的啊，过来后面，过来后面好不好？我们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哪种类型？也要看里面有什么。深色系。深色系，其实深色的东西蛮多的。我是觉得我们先以，要不要先逛精品？合体的带啊！哎呀，好啊！真的假的啦？带你出门就去 LV 了。他精品，帮我逛靠前啊！太贵。不会，这里很便宜，这里是奥莱。对，是奥莱。你懂不懂？奥莱打折都是。我们先来随便来找一下，我今天都妹子。哇。今天不错哦，今天来对地方了，都学生没有。他们幼儿园，我们幼儿园住在前面。幼儿园一年。啊，你喜欢幼儿园的？哇，有刑法的呢，你要注意。最讨厌。有没有想买什么？我姐。这里还蛮爽。B， 这里我们可以去买一点，可以去买搞笑的东西吗？精品搞笑的。那也是精品，好奇啊！没有，除了那一种精品，另外一种精品，好奇那个超过吧。然后这里是运动用品，运动用品。是 Nike、阿迪达。还是我先去逛一下阿迪达，看一下什么？有没有卖那个化妆品的？现在进来，
那个什么运动品牌的、大道东。大道东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对，反正就是我们对面那一群全部都是胖的男生，所以选的礼物就是要符合那种胖胖的男生会用。是啊，运动用品的。我等一下去 CK， 我已经想好买什么。像神的？没有啊，我不会买那种东西，我不会买那种东西。你要买这个？这什么？外套。北脸哦。包包。啊，可以吗？抽奖又不会抽到自己的，你起来玩哦。要不要？老板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看一下别人，看一下。哎，老板说看一下。什么？下单说。每周已经买这件了，老板你有没有格局？你就这样晃来晃啊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在那边。老板你要买什么？老板，我帮你问一下。还是我帮你问一下店员，请问3000块可以买什么？啊，不行哦，我们这里3000起跳的东西。我们3000多，老板可以吗？老板，老板，有没有超过预算？很嗨，我们巧遇一组很嗨的。小孩不要乱丢嘞！我们卖完了，我们已经卖完了。阿丽小姐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我们要去吃饭了。你是只录你自己而已。你是没有吗？没有。要跟妈妈说你要买什么？哦，我们都没意见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他说你意见。我们金主说先，我们金主说先看那个。吃饭，给我吃饭。我们2000块吃饭，1000的扣打买礼物，还有2000吃饭。哎，买一杯珍珠奶茶给我。我们看好。好，你开心一下，确定吗？确定哦，确定哦。那开行李箱可能会破万哦，你可以刷卡啊。我卡。我觉得看香水啊，或露脂的一些东西都可以。哦，第三位。哇，这有一颗，这个还没塞进去啊。还不错哎，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来草芽道露营的，真早。我们最楼上开始逛到最下面了。最楼上是不是？要不要？还是我们看着那个楼层导航？哎呀，因为手机真不行了，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们要买新色的。哦，对哦。小米都以白色为主。我怎么会出这种难题给自己？来，进来看看，进来看看。这种店感觉就是可以。扫地机器人 OK 了。OK， 就是来。老板抱歉，我们米董要买二码，对不对？啊，已售完了，现在只剩15000的，啊，15000可以接受吗？其实小米首航可以，随便买几个。如果我收到，但是大家好像都买 Apple， 不错啊，随便买几个嘛。你爸应该是试的东西，这贴一点，多贴了2000，4999，一共一杯 OPPO 哎，小米可以，一共有没哈？这也被挤了，没错，7000块呢啊！啊，现在到底要买什么？骑摩枪？这机没坏。王，我觉得不错。还好。你看，你买一支螺丝弹放回去。谁要抽你这个？谁要抽你这个螺丝弹放？不错。不是，麦克风。刚走过来看到这个麦克风，1895约不合我们。爸爸，我们全部都在小米买一买。然后等一下就说，本集小米赞助，谢谢感谢，谢谢小米感谢。我们决定的太快，小米旗下做的太亮。按摩，我觉得可以。会不会决定太快？我们现在就全部都在这买一买，全部都买，我们就直接吃饭，直接解决了，我们要解决。全部都黑色都买。啊，这下多少钱？价钱不一样。才7-8年啊！啊，这个先列入第一个考虑啊。好，列入第一个。好，你摸一下，来列入第一个。是我第一个考虑。这个我觉得很不错。这个不错。而且这个评价高。这个深色系的东西啊。你决定吗？对啊。也是可以啊，你这样。还是你要买苹果的？还是要买好一点点的？对啊。买这个好一点。你差一点点，人家收到感觉不一样。对，看起来比较大台就。你差800块而已，人家拿到哇。好。确定吗？好，那就确定了。你先列入考虑，然后等一下去找这个。如果你没有看到更喜欢，我们就会要买这个。对。懂吗？那就这个而已，这个最好。你要先考虑。要直接这个。你确定？我不想要选再选。你不想要再选了？
好，那你先拿着，等一下我们去结账。对啊，统一超过三件以上就不用决定了。OK 啊 ，OK 啊，那你要买了吗？是我的，我想买这个旺旺仙贝。好啊 ，OK 啊，5990啊，他会送你，你买耳机他送你啊。好啊，我买。对啊。你要认真吗？好，那我已经准备要抽你的。但我是觉得你买这个副就买这个。我要买1290。我是觉得你直接换这个大奖。哇，这台哦，这么跳都不大。哦。还直接跳那个。耳机真的可以哦，真的列入了，而且那个有。那个无线充电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聊白送。我耳机列入第一个。啊，你呢？你哦，筋膜枪啊，气炸锅，只是它气炸锅是白的，气炸锅是白。那你就凑到3000，我们就不限你了。你啊，你已经确定了？对。哦，那已经确定了。手表。我已经确定完了。我们还有多久时间？我们大概30分钟。到半小时。我们会不会变得不太清楚？看这样。等一下30分钟，我们去下一间店看看。这个，这假的，真的。这个，这真的。如果再买这个，你真的是不要买这个。这个，这如果价钱真的 OK， 就买这个。这个很便宜啊，1000多，这应该买9000多吧？如果是3000内，这是真的蜘蛛吗？这一定3000内。然后他们打开，然后跑出来，他们吓死。你敢装？啊，不抓，跑出来你不抓，不抓就让他走。他们礼物没有拿好，真的。妈的，一群渣波人，那边给我逛三 C 店。有人说先看三 C 店，一去就都看完，就一半时间没有跑。运动品牌啊，我觉得运动品牌应该是所有品牌里面我觉得最好买的。还有小屁孩在干嘛？你看他这个阿妈就在这里跳。我说睡在哪里？他在选他自己想要穿的 A 呀、啊，你要哪一双？你要彩色的吗？你要彩色的吗？是黑色，所以这不是交换礼物，是必要礼物。黑色的这边哪？这边就很黑色。来抱抱。啊，是女鞋的、啊，男的吧？这叫宝箱。双重奖，没有，那是特别，一次双重奖，耶、yeah ！现在冬天很冷，看看。我们家这三双，就是很尴尬的是，通常他们全部不见，剩我们哦，剩我们而已，然后他们。三个不见了，我们找不到他们。一群不知道买什么鬼东西的。行李箱。哎，你不是要买行李箱？哎，5250。走啊，叫进去。3960。我觉得价钱是可以的。你可以标好可以。我们要选什么包装？啊？这种就不用包装了。你得帮你包尾啊，你也背得会啊。没有我去。今天是打完整了吧？那打完整了。嗯，真的。三千九。好，我想买个。第二条路。这可以啊，可是这个除外 WiFi 可以用。就近我们带的几千块，在精品街能买什么？扣取先走一波，扣取便宜啊。扣取便宜，你就买个小包包就有。哎，日本最大二手店，礼物送二手的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也是不错、哦。哦，买起来高清耶！高清，帮我看最小拍的那个，这里啊，卡夹圈了，没有，我只要看卡夹而已。OK， 10000，10000。OK， 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一定没有问题。要看卡夹而已。那个比较好玩的，可以比赛。那你要请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姚总。你还有这边？对啊，你还有1000多块，买那么便宜，对不对？要不要？我们现在就去玩，你请我们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行哎。好。他说好哦，大概说好，我接着。好，走，你们接着走。走啊，漂移高手，他真的要请我了，我真的会拿出钱。老板，走，老板，走，真的走。
我的人没在开玩笑的，我们老板要请客，我一定直接说好啊。啊，我等一下要怎么录影？我怎么录影？我等一下就拿着漂移，我跟你讲。拿着漂移。我延后时间，我跟他们讲。赶快玩玩，来得及啊，十五分钟。这里拍完这就没了。晚晚再跑去买就好了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先不要讲啊，等一下知道我们跑友，我让他们看影片才知道我们跑友。好，我们现在快速奔跑，我们去买东西，我们买完，赶快回来排队。第一天进去的。好，走，快走那边。走啊，有照，快点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我们在美路上边呢。我现在还有十二分钟。我们赶快去买完，然后去玩一场游戏。那我们出去，这样会显得我们买东西很随便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已经看了30分钟。对，我们着重在质感。抢镜。哇，没有人跟我要买 AirPod。本来是想买 Pro 啦，可是实力不允许啊。那边买什么？Pro 外面买才5000多。你也提早讲我来发啊，大家都笑嘞。全部在同一间店买完，瞬间买好了。同一间买好，因为我要玩赛车要过。还要买我要买保养。哇，这件很大哎。我现在要买那个贴标签的东西。好，把数字贴起了。买30是爱的。啊，不知道等一下他们到底买了什么礼物。这个会有卖吗？会啦，一定会有。点分开照，快点。我们只剩5分钟。一分钟。二楼卖的什么？拔牙哥。拔牙哥不来。卖完了。我们只逛了拔牙哥。他们还有4个人还没买，好难呐！大家快一点啊，我先去采石头。哇，那我们就不等你们了。因为你太矮了，还有5公分，你不能玩太多。那你要在下面看我玩吗？还是你推着他们？好，老板，我们等一下。我们因为他们啊带小孩，他们没买完，我们决定先来做这个快速摩天轮。没有嘞，他叫我们去玩那个，他玩那个低卡直接搭乘，又是我最害怕的摩天轮。干，哎呦我怕，这么快？不低哎，你是有高度的哎。他躲防哎，真的吗？到那边恐怖，有点恐怖。哇！
就跳楼就去。喂，哎，这个风景。啊！司机啊！啊！不可能，我们玩完了一个很久的摩天轮，结果他们他妈还没买好吗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，他们买了两三个小时。欢迎喝杯。喝杯。喝杯喝杯喝完。我打过去。还没好，我们就要先去卖饮料。有够久了，夸张。有够夸张，夸张买什么？你最好是给我录影出来的内容很丰富。跟你说，东西放着。云顶要去跳舞啊，跟胡迪跳舞。哎、欸，干保中呢、欸？这边有保中吗？哪个哪个困哪一代也嘴嘴？为什么你被安尼困？呀，我有带啊，因为啊，来自屏东的舞团。来，我们介绍一下屏东舞团。来自万丹，小红高。一点都输了，对，哇哇哇，左边摇。哇哇哇，杨靖国，哇哇哇，来个酷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哦哦，平手平手。别笑死我。小紫星，抛开你的小紫星，来走，哎，哎，点点号来，小紫星，打哎，不错哎，你准备一个帅气的你，你定他赢了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先，礼物集结完毕。我们把它放在那个草衙道的一个角落，这不是垃圾堆，最好几万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正式来抽奖吧，大家可以稍微让我好拍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礼物已经在花费了，来，男生总黑色队花了三十分钟买完，花了两个小时，这个两个多小时，这个买最久。等一下，我们一间挑嘞，我就期待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决定我们的抽奖顺序。那因为我们有两个小朋友，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互换？好，两个先互换。他们两个的礼物，他们互相会喜欢。要不要先猜？他们最后猜啦，最后大家一起猜。谁想要先抽？谁？好，你先来。等一下，他们里面号码先来。二三，我看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按确认嘛。没关系，我看完。来，抽签。来来来。一，嗯，来来，走，我先来，我先来，好好，十号，来，那我们找一下十号是什么？这里，好刺激哦，啊，这么高哦，没有自己的虫虫，但是我蛮喜欢，我还蛮喜欢我的，自己的虫虫，我蛮喜欢的，才会好玩，哦，很满意自己的礼物呢，我会喜欢，六号，六号，五六是一起的。他说五跟十九号还六号，六号记得。哇，你没抽到我的，好。哎，上次那个我还喜欢的哎，真的吗？可是我知道是什么哎。知道又怎样？没关系啦。那你猜猜看啊，我们期待。抽到自己的多钱多块。没钱多少？马上就马上就好。有了，打开我看一下，打开一下，不用那么细心了。先我分，我们这几个很贴心，我们知道高中要猜，我们知道不用分。定就好了。高中来高点点点。
空气循环站，低噪音。哎呀，我要看它，它很凉。我要看它长怎样。真的吗？我无线的哟。无线。好，抽奖。无线的。哦，这好大耶。可是它在有上板，贵在无印良品，循环上板就很贵了。它很小台，它很凉。好，那给你确定。十二号，你的就是十二号，没有，十二号是我的。到了，那是什么？一起站。那不是十二号。我早知道他投啊。我把飞机啊，我送来，我送来一下。那个啊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都没看过，让你很舒服的东西。啊、你的筋膜枪啊！啊！我买这个。啊！没有，他本来也要买你的芝加哥的。两个是一样的。没有这个。哎，国庆好失望的脸。对啊，我想要就跟那个。国庆的表情。八号，八号，八号是谁的？这个。小环。好，好，来看一下啊。那个你很适合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。你怎么说呀？哎，请问我要怎么用？哎，是我真的不会开心。我这种东西，然后抓的，这种东西，小女生化妆水，因为保养不会老。没有，我们特别选男生用的。哎，这种东西只有女生会使用。他是男生用的。哎，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我再看你再打。还是男士用的。哎，那不是重点，那不是重点，那不是重点。我太失望了，等到今天是令人失望的圣诞节。十一号，十一号，这两个一起的。哇，你很喜欢他的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黄俊仁是十一跟五一起的。谢谢啊。啊，你买气炸锅了。啊，气炸锅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也要买啊？你买是你买吗？好。什么？吹风机。哎，小米赞助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们今年是小米赞助的。感谢小米干爹赞助锅。好，下雪了。好，让雪球干爹。好，下雪了。好，下雪了。冰雪掉下来，还半小时再掉一次，半小时再掉一次。下雪了。好啦，不错啦，不错啊。哎呀，这两个加价多嘞。他这台加价多嘞。会不会国庆抽到女的？哎，八抽。哎，你要的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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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的，你的，是哥哥的，哦，哥哥的，哦，还有你的，超，不是发票哦，哎，你的，你的是这个啦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你的是这些啊，这些都是你的，你的是发票，这些，哎，这个好几千万呢，两百万的，两百万，啊，押金呢？啊，什么？我看，哇，先出来啊！喜欢，因为他有了，你有了。这是三代吗？没有，二代，他有三代吧？应该是拿三代吧？我刚才本来要买三代，然后我发现它太贵了，它不符合我的实力。哇，发票哎没有发票，那三代发票你的啦，一餐革命，这是我们的，还有吧？他们多少？哇，换我抽了，换我抽了，换你。我几号嘞？抽到有你吗？有你，12号。有抽到吗？刚刚不是抽，对啊，对啊，他这个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还有没？1号。一号。第五啊！哇！行李箱啊！那个行李箱很贵耶。今年是令人失望的圣诞节，大家都很难过。我不要行李箱，我要钢铁人的行李箱啊！我要猜吗？我要猜吗？回去再猜好了。太大，太大，猜完不好。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有录到了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啊，你走进去，我没有我喜欢的。那我等一下。你不会是买刚才我们进去了最边边那间吧？一楼 iPhone， 我在一楼，在一楼，然后 Ice Store 隔壁那边嘛 ，Ice Store 隔壁，在中间。嗯 ，Ice Store 隔壁，我来放开给大家看。门口我已经走过了，我还哦，这好丑哦，我还走进去哦，按一下，怎么那么丑啊？你到底买哪一个很丑的？深蓝色那一个，七。七号没有，没有你抽到。七号，谁的？啊，国鼎的。国鼎的。国鼎是这样呀。我不到。哇，那你可以给秋阳，可以给。国鼎是这样。真假？我不知道买什么。啊啊！完蛋了，令人失望的圣诞节。滑鼠 Apple 的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你看我发的。少女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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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
你要买 Apple 的电脑、哦，绝对不会用。他干嘛？面具人。看一下周边，没有感觉。来哦来哦来哦！八号，八号，看到第几集啊？前面而已。前面而已，我可以爆雷吗？对对。八号在你手上呀？对啊。白痴。白痴。来，抽到谁？好、哦，你想抽到谁的、啊？九号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你很好用。哎、欸，你会喜欢，你会喜欢。可是对你来讲，你不太实用。那我看看你失望的脸。你看那脸，你看那脸，你看那脸。因为他不喜欢唱歌，那你还没有。小小孩说完了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小孩会喜欢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是什么？那、啊、你要开给我看啊。对啊，这是护唇膏，这是护唇膏，超级贵。这支护唇膏很贵嘞，刚刚讲一下什么牌子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不是公司的，没看到，这不是公司的，他们都买给大牌，没有，这很贵。玉米，这不是，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是大牌，他会买给他用的，铁木宣言的你何苦啊？这也是大家不会用，这超贵的，我有两组，应该说你会喜欢。下次哎、欸，下次我分开啊，我把男女组分开。那你打先开，你先开，你会喜欢的。哇、哦，小米赞助商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支很贵哎、欸，这不是便宜的那个，新的，细的那是八九百的呢。手机的那个呢？这不是八九百的，那个有荧幕哎、欸，给他看一下你的。连手机就可以看，跟他这个一样的呢。比他这个贵一点点。很贵、欸，你不要问礼物到底要了。是什么？香氛机，你好鸟，傻眼啦！我们来看一下雨米失望的表情。喝下去，喝下去，精油喝下去。你那个精油很贵，不要喝掉。我们要不要干脆来开放那个里面互换，自己互换？那精油，喜欢自己需要的。哎呀，没有人喝这个。然后你去给妈妈，因为那精油很贵哦。哎，不是，东西很贵，但是他很不喜欢。贵不贵问题，是我不想要行李箱。我的行李箱太贵，我自己都买两三卡了，我还要接你那一卡吗？我们2022年的圣诞节交换礼物大赛开始。来，摆出你失望的表情。啊啊！哦，我都很失望，我很失望，你也很失望，你是什么？哦，你不会。哦，你的脸很失望。我很开心、啊。你也有点失望。哎，我们今天先来感谢我们的赞助商，我们的小米干爹。谢谢你。好，其实我们才是他的老板，好吧？是我们花钱的。记得看到影片来找我们谈条件。看到后面好不好？给我看一下。来，一二，先看这边哦。好，先看这边。哎，弟弟的脸被挡住了。好。我们这是跳舞频道。你看，他想要被那个电锯锯他的头。锯下去，锯下去。好，你健康的是看看一下，我们年轻在前，掉落在顶楼的沟沟里。我来，跟来。还有一张，生活智慧王呢。没有嘞，那么低，太脚粗棒了。你的棍子怎么在上面？坏球，坏球，你还打？好球，好球，打！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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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打不来。哦，李伯俊厉害了，李伯俊厉害了。不要夸奖我。
再等他下来一点再打。哇、哦！再一球就一波进了。再一球就一波进了。哦，快赢他了。蛮好的，尹博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球很快，很多人帮我救吧。他追风，你们挂球。哎，多赌一点哦。哎，你五秒进一颗，我跟。太高球，太高球！哎，五秒进一颗，十秒进一颗。哎，博你更惨，博你更惨。你要不要考虑又买了、啊？乐君卡又买了，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原本预计两个小时的，结果现在是怎样？十二个小时了吗？好，晚上六点多七点。超夸张的、欸，累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他说他累，很多时候累了，要开始打棒球，快上场。好啊，记得把我们的影片订阅加分享。好啊，订阅要记得，因为我现在才100多。哎、欸，不要讲出来，我要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现在是新频道。